2000年台湾怎么换政府？我相信在场的华裔同胞都很熟悉，怎么换的？2000年。
我们要靠所有的力量，所有愿意朝改朝换代这个目标前进的人一起合作，把这个贪污的政府拉倒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只要他们愿意完成这个历史的任务、历史的使命，我会跟他们一起做。所以大家问我换了政府之后会怎样，我是经历从水扁后政府那八年的人，有六年我是在台湾的，百花齐放，什么鬼都有，真的很乱。但是就是因为你换过了，你才有可能换回去，换回去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个政府不听你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换掉，到最后政府才会听你的话。因为政府如果知道他是绝对不会被换掉的话，他永远不会听人民的话，你怎么求他都没有用。但是如果我们要政府听人民的话，就要把握手中那一票，让他换一次倒一次，让做政府的好好听人民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韩非柔佛州，我们还讲了预算案里面给柔佛州的好康怎么换政府，那么希望联盟做政府怎么做。我在这里只讲一个政策，因为时间的有限。我们知道柔佛州发展很迅速，年轻人买房子很难，刚才我们的政策同志也提到，但是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柔佛州有所谓的可负担房屋政策。可负担房屋政策柔佛政府盖的，从2013年盖到2017年，连下屋啊，盖了很多间，申请人有12万申请政府的可负担房屋。但是拿到这个房屋的，不到8千，不到18千啊，中间更多命的是什么？那盖了4000，接近5000间的。5000多，哎，不止了，这1万多间呢、啊，9000多间，不到10000，9000多间的可负担房屋里面，有一半是透过所谓的国大门门干和他家案分配。什么叫国大门门干和他家案？国大了，什么来的？虽然讲门门干和他家案啊，但是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可干。这个叫做 KAP 的系统。基本上就是我们华人俗称的政党房屋户。这个政党房屋户长怎么分配？我相信在场的各位都懂啊，他透过政党分配。所以在上一次的州议会9月的时候，我问了一道问题，我问州政府，你透过这个政党房屋户长到底分配了多少政党？这个数据很有趣，大家一看才发现，原来史克曼这里建的政党房屋户的房子比我古莱还要多，我古莱都盖掉的都还有什么样多。我刚才讲全州盖了9000多间可负担房屋嘛，有一半是透过政党分配的。政党分配的里面最多的是在新山的所有国政政党分配了2076间，第一名。第二名是巴都巴汉的国政政党分了1067间，第三名是居然有471间，史克曼有标记呢，你们就在第四名。史克曼有建很多可负担房屋，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一半是透过国政的政党分配的，430间，430间。第五名就是麻坡，358间，还有其他很多的县市都有分配。那是什么叫做政党房屋户的？意思就是你要向州政府填表格，代表这个不够，你还要拿到政党的推荐信，还要有政党去帮你出力，你才拿得到。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听过是这样。所以全州虽然很多人想买房子，但是真的更有能力想买房子，基本是买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房子
至少一半被用去做政党分配。所以希望能够上台，我们最近也都在讨论，假设我们执政的话，我们怎么做？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政策，为前人马来西亚人怎么想的？我们要废除这个房屋政党困难，我们要确保有能力符合资格的人，那年轻人、老年人都买得到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再透过政党分配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在台上吃东西的，我们在桌子上吃东西的。但是这些透过房屋政党雇的去分配房子的人，他们吃东西都是在台下吃的。我们要避免。